那老干爹打外卡队吧，打个不是不是打个日本队。那确实不应该呢，那输了确实是不应该输，或者是别人就是谁也没研究，只研究这个，那也应该也不能。那确实不应该，这确实有点，我有点接受不了，我接受不了。正在觅食。听说那外卡队或者是有点轻敌了啊。哎呀，爪子，刚一开窗户就给我打了一个喷嚏，可能是吹进来什么玩意儿了呢，吹了点花粉还是什么。我要让这些家猫们见识一下什么才是真正的爪子。这把玩什么呢？这把不会又玩狐狸了吧？换一个吧，兄弟们，我们是不以吃，也不是吧，我们以吃鸡为目的，但是不以最狠的阵容为目的，啊！我挺想玩一玩那月神刺跟月神裂的。先拿个枣的哥，再拿个这个，再拿一个这个。但是他不给我天选，我也没法办啊，我也不知道到底这应该玩什么呀。不好拿呀这。可以拿大树。福星无非就是福星刺客、福星射手呗，但一般福星十把能有九把都是第八，怎么还给我还晕住了呢？这边拿个大树吧，包女升不升三我倒无所谓了。重装赫卡里姆，重装赫卡里姆，后手用可以用，后手用我们后边转呗。
这把玩一个什么既不用变。这把玩个什么不用变的阵容呢？我这一直赢啊，这赢的我有点接受不了啊。这样吧，这一盘我们先拿个大腰带。先给人马上个日炎。你有资格选，我拿个大腰带还没有资格啊。咱不说别的吧，就这腰带我感觉就是生不生呢，努努森林猎可以的，森林猎吧，行不行啊？先给他上个日炎，努努拿一只。我来个，你有资格选？我选个大腰带，我还没有资格了？我的天！我这大腰带我不是随便选的吗？这玩意儿呢又没有人要。牙锁先给他合了，合了能干啥呢？合了也没用啊，合了也上不了场，撇了吧，合了再撇。给你个这个，给你个这个。日炎给人马，那没办法给了，那咋给人马呀？这么快就有狐狸了，但是没用。狐狸这个东西在前期吧，那不是很厉害的，阵容没有成型之前，这就只是个靶子。有没有发现一天不见我好像有点起飞了，你们发现没？第一把第一，第二把五连胜，一把没败过，为啥呢？狠了，升华了，兄弟们。我还是想找一找那个恶飞刘思，我必须得给你们找着。哎呦我操！哎，这个攻速可以啊。恶飞流失吧，恶飞流失你得要天选，没有天选不行。不管了，我们直接升了。
不生那能行吗？不生，给我生。后杀他努努，哎。那个厄斐琉斯到底在哪儿呢？我哪天晚上看来的？寒冰，回城福星，努努蒙多剑圣，福星为因。海隐，狐狸，塔姆，嗨，卖银马下，哎呀，不着急，不着急，不着急，真的跟上马一样，怎么老急呢？一整就老着急，这有什么好着急的呢？还没到阵营成型的那种地步呢，这不要着急啊！现在卖了，这不等于断自己的退路了吗？太就是，枣子哥已经可以给我撤一撤了。这个剑魔。剑魔可以当做神射手，但是我这包女儿已经上上装备了，就算了。哎呀，咋进呢？还不如找着哥呢，我这一看呢。这个可恶的猩红之月啊，断我节奏啊，挺讨人厌的，真可恶啊，简直可恶啊，可恶至极。没魔抗怎么办啊？没魔抗，没攻速，那我就只能勉为其难的拿个小铲子了。看来我没得选择呀，我只能拿个大棒子了。别！小王八犊子！你以为你这样啊就能有用了吗？你以为你这个样子就能有用了吗？小伙子，我问问您啊，我问问您，可恶的剑魔，我现在看着剑魔我就难受。还好我的寒冰啊比较的幼。就是你啊，就是你，就是你这个小王八犊子拿我东西，讨厌，讨厌。哎呦啊，哎呀，哎呀，漂亮。狼人，
我决定来俩东西放左右，左右护卫，双护卫。这波应该是输了。三星各飞流失基本上就是锁解用的，我们要能把他赢了啊，那这个人基本上也就GG了。他前期他要是赢不了，他就完事儿了。来，锁血了吧？有春哥的恶飞流失跟没有春哥这就不一样。让我看看这斗士能玩不啊？哎呀，森林斗，那斗士好像不能玩，必须得是天选永恒之身才可以玩。小法师，这给的这装备也不好用啊。上狂徒，狂徒吧。我这小弟他两手，看能不能递出来点啥。哎呦我操！上吧，进夫，进夫，进夫还是很猛的啊！那我这锁血了，这升级了。当当当当，巴豆没了，不要巴豆。巴豆不厉害，巴豆就是血多点儿。其他的人往后烧一烧，给你大哥让让道。法爆不能上，这个装备不行就给他。你法爆上了，你寒冰一点装备没有，后期一点伤害也没有。你得给点虚区，给个水银也行。咱不用羊刀，你给个水银也行。小绿叶，起飞降落。我感觉我的站位稍微得再站一站，我的站位不行了。我让进夫先进去，凑合拿着吧，亏一块钱也没亏多少。这个样子，然后这两个站这排，这个站这儿。不用，你像这种，不用非得说是把那个恶飞流失拿着，不用几个猎人。哎呦我操，真香啊！这进夫啊，真香，真香！给我拿一个。
但我估计够呛，这基本上是拿不着，拿不着我们就拿魔抗啊。必须得有件防装，别拿魔抗，吓我一跳。怎么一直来瑞文呢？让你玩瑞文呢，但是咱不玩，我们不玩。你看这回就像这回就不太怕剑魔了，要不然省着还得老怕剑魔拉。那寒冰虚区都虚区不出来，那一点虚区没有。最后再给寒冰来件装备就行了。哎，一共几个斗士？森林是一个、两个斗士，森林是两个斗士。你好啊，撇了吧。那这技能都放不来就死了。森林两斗士加狼人加禁夫刚好。我们需要一个森林弩弩。哎，也不用吧，随便来个森林就行，随便给一个吧。要不然得九营口才能成型了。我的禁夫又打假赛了，禁夫这个时候是要拜一拜的。我跟你们说，厄斐琉斯千万别玩水银加春哥，千万别玩啊！来自云顶教父的教导，千万别玩啊！千万千万一定是别玩，明白不？斗士弩弩能用不啊？这斗士弩弩直接升三星了。不好用，感觉。我不要，给个狼人还行，给个这玩意儿那谁要啊？不要，就倔，哎，就倔。神盾使的瑞文，瑞文能升三星，单挂能挂不？单挂能挂，咱也不挂。没装备，我挂这玩意儿了，精神病似的。上天在等待。就你有法爆啊，啊！就你有法爆，是不是？这家伙，你瞅瞅，
给你狠的，就你有法爆，我就没有法爆啊。差个什么玩意儿了？差个大树！我靠，没有大树！盛宴在等待，冒险继续。哎呦，挺难受啊！这挺难受了，这是确实是有点难受了，让我难受了。嗯，把这石可以用。我们需要两星寒冰，小黄毛上去上个拉克斯。给个两星的寒冰，我就不拿那妮蔻上了。我就给那个禁夫了，喂呀，凑合拿着吧。魔法师用不了啊。好，快点！最终啊，我还是选择了妥协。呀，怎么变成剑魔了呢？嗯，又 bug 了，咋这么多 bug 呢？一开始没这么多 bug 呀，这天天这样 bug， 简直了，天天这么 bug 呀。天这个样子八哥实在是有点难受。我大树，大树可以。哎呀，这拉克斯可以先下了哈，先上个六森林呢。这家伙绝活了，绝活了！猎人，放弃吧！把禁夫升了吧，看能递着啥。禁夫起飞。哇，
给个森林弩弩，我们直接就起飞。这玩意儿能给谁呀？给大树啊。哎呦我这把26滴血24滴血17 13 15这确实行啊。哦对，给 EJ 早说，为什么不早说？空中接力，艾希不删，艾希删不上去了。其实也不是没有这种直接给努努的情况，也可以有可能会给这个努努，然后直接就升三了。狼人点了吧，早点放大。少说废话，多摇几下。带着闪亮的心，踏入战场。我觉得小黄毛跟小法的位置应该换一下。怎么的，你一个小黄毛还想打过我禁夫？开玩笑，简直开玩笑，还不死啊？啊，这剩个两滴血的，好坚挺哦。天神用不了啊。哎呀，狼人也不升了，咱也是升不上去了，阵容还没成型呢，大树还差一张呢。这个应该打不过，除非我的这个万豪把他老母驹给他背回去。进夫，看你的了，砸，躲一波，狐狸的大招，啪，起飞，差一点点，这回应该能死几个了吧？还没死，112，太刺激了，11210 14，哎呦我操，你们这波再不死几个，我顶不住了这。哎，你们没有人会输吗？这是，这为啥一直就不死啊？这为啥一直不死啊？112 10 14，EJ放左边，我就这个放这边吧。EJ跟那个放这里，后边整个大树。大姐，你先死吧，这个能挺啊，这都挺啊，这拔豆根本不行，我跟你们说，拔个豆子没有伤害，没有虚区，这回总该死了吧，一下死了好几个，一下死了仨。小黄毛带锁着甲，拿了吧，提点质量，让他蹬也没事儿。
努努咱也不生了，找个天选。大树也行啊，我提升点质量吧，来个大树。我没什么要求，给我整个大树。迅速起飞，我们估计应该第三了，没天选。不会吧？啊，进夫，大老头，打死这老头，可以，我们第二了。哎呦我操！永恒之身，银马，他有剑魔，没用啊。我小法师放左边还能顶一手剑魔的了。哎呦我操！行吧，第二名。那一个砸给我砸没了。直接给我一个砸。